这是王铁锤下过的最气人的一盘棋，据说呀，最后气得对手直接把棋盘都给他砸了，拎起马扎都要打他。为啥呢呀？因为最后啊，发生了非常非常气人的一幕。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，对手是谁呢？霸王龙，他呀来了一个当头炮，铁锤马来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。在这里呢，铁锤很自信，也很有风度，来一个去头兵不马，把挺兵的权利交给红旗。红旗在这里选择了兵旗进一，黑旗卒旗进一，红旗平炮，要冲卒了。黑旗上马，红旗边马，黑旗呢挺个边卒。这个棋啊，其实就是相当于五七炮进三兵。对平风马的一个套路，只不过是啊左右颠倒了。红旗在这里高横车，黑旗选择了先补象，也有走继续冲卒，从边线大开车的。红的呢平车过来，下一手准备进到卒林，然后呢平车捉双。那黑旗呢先高车，守住生命线，红旗上马。虎视中路，黑棋补棋，红棋在车八进六压制，黑棋在这里平炮要对，也有对调的局面平稳。在这里呢，红旗呢要求攻杀，他选择了吃卒，那黑棋呢就展开反击了，打兵，以后呢可以下底炮，可以平炮过来打车，红旗在这里把兵一送，哎，你打我。我就把这个兵呢平开，那黑棋呢选择了先进车，不让他封车，红旗进马踩，黑棋呢在这里啊依然可以考虑啊平炮打车强行交换，黑棋呢要求搏杀，选择下底炮弃子，你现在敢不敢吃这个马？这个棋你要是敢吃我的马，踩掉的话，那这个就不客气了。下底，大象一惊，就要抽你的车。你把兵平开，我也是打一惊。那你不可能上老将啊！你要是上个士，那我就继续来。你再下士，我再给你打掉。现在呀，我要退炮一将抽你的车，我还要退炮回来打你的炮。有的人说：“那没事啊，我把炮这样走开，你现在退一将，我可以垫回来，那他呢就可以啊打你的象，你怎么办？你只能上来。这个退一将可以垫炮是吧？哎，那他先打你，把你这个车炮打开以后再退一将抽你的车，那这个棋呢就不中了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呢他就不敢吃这个马。”他赶快呀，先平车过来。你要是下底呢，他再拆中炮，严防死守。那黑棋呢，这个马呢依然是不管了，踩兵，踩住你的炮。哎，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。那这个炮他怎么躲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如果说他炮退一步，行不行呢？炮退一步，黑棋呢就有一个进炮打车。进炮一打车，你这个车一走。他在下底来打你的象。如果说你上个士，这样来，那他呢就平车。等你把这个马一吃，他再进车。进车之后，这个以后呢，有这个下底，你在平炮的时候啊。他还有这个砍士将的这种手段，非常凶狠。那如果说他把炮平到这儿，那他呢就正好再抓他一下。你如果说一补士，那这个棋呢，他又来了，打闷攻，你只能拆。然后呢，又是一个。进炮打车，
就没地方躲了。不管是上士下士吃，只能是这样来。这样来之后呢，他可以选择一手啊进马。现在呀，炮在嘴里，马在嘴里，你说你吃哪一个吧？你要是吃炮，把炮吃掉，让他打一将，你一上士，这个你要上来退一将，你要是上士，那让他继续打，你还在下士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什么招呢？弃车，看士，你一吃马后炮，你一上来再进车。下一手，这个赤兵将军、退车将军非常凶狠，难以抵挡。所以说呢，走到这儿，他平炮不行，退炮不行，他选择了平到这儿。那黑棋呢？平车站内，小马不要，红旗吃掉。黑棋呢，在进敌打象。这个棋啊，应该说，黑棋呢，走的次序不对，他应该先把马打掉，然后呢再进车。可惜啊，红旗又没抓住机会，走到这样，红旗应该赶快平兵，用双车来保象。他呢是选择了一手啊拆炮，这样呢就错过了机会。黑棋见缝插针，马飙进来，现在砍士是个杀棋，你要是绊住马腿，那这边又打象将了。他选择了一手上士，黑棋进车，不让你这个连象。红旗呢，这个时候啊，顽强一点的话，应该是车吃卒，以后呢就把这个炮啊，实在不行给他啃了。他选择了一手上马，他忽视了呀黑棋精妙的手段。下面请锤子开始他的表演，不仅精妙，更加气人。怎么走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突然间来了一手弃车砍士，这个底库也巴不得了，你不能用车吃，要不然的话打象一将是个闷杀，那你只能用这个吃。好，那就来了啊，像牌局一样，杀一将只能下士，一将只能上士，带将只能下士，带将只能上士，只能牵着鼻子走了。带将下士，将上士，将下士，将上士，将下士，将上士，将下士，再将上士，要把它吃掉。一口气啊，连抽了七个子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你见过吗？红旗也恼了，炮给他打掉，黑棋给他吃掉。现在就剩了两个兵了，你还玩啥呀？红的生气了，你实在是招法太气人，进兵，吃象，啥也不要了，继续进兵，象一杀，落个士，再杀士一将，红的呀，站起来把桌子一掀。拎起来马扎都要打他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实战中，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人，你会不会打？